棒球在高雄是相当受到欢迎的一项运动，其实在地方上还有许多的运动项目正在蓬勃发展，只是包括运动的场地还有相关社团哪里寻找呢？体育处特别架设大高雄运动地图网站，要让民众在家就可以知道要到哪里去动一动。大高雄地区的运动场馆到底在哪？设施又有哪些？动动手指用网路查得到。网路打关键字高雄市运动地图，那就可以进行搜寻。比如说我们在网页上会有一些，比如说民众你们如果是喜欢自行车，我们也有自行车方面的一个搜寻，然后你们喜欢健走，也有健康步道，这个在我们运动地图上面都有，首页上面都有非常可以搜寻的地方。秀出来的电脑页面就是体育处规划的运动地图网站，让民众快速查询详细的运动资料和各项体育活动，目的是让全民动起来。目前有成立了大概34个运动小联盟，那小联盟里面会有所属的一些社团，那社团各个社团他们平常也会做各式各样的一些活动，有38区，比如说三民区、林雅区，他们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运动社团的部分。那在运动地图上面我们左边的页面也会有一个区去搜寻的一个可以运动的一个地方。资讯提供力求快速便利，上网浏览一下运动场馆或体育社团立即搜寻，鼓励高雄市民呼朋引伴一起来动一动。港东新闻署副天翁玉文采访报道。